那我们接下来我们邀请王曙君，王曙君副院长代表台北荣总陈院长来致辞。因为校长在这边，我就不敢再这样下去，不然的话就有失誉了。非常谢谢大家。那我是那个虽然是阳明交通大学医学院的院长，但是我也本身也是我们隔壁就是台北荣总医院的副院长。那今天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本来这个致辞是希望那个陈慧明院长来致辞，因为陈慧明院长现在正在日本，所以他在出国，所以他很抱歉没有办法前来。他也是祝福这个会议能够顺利成功。那我们昨天刚才校长已经讲了，我把这刚才校长讲的翻译成中文，就是我们得到很大的压力哈。那包括我们的硬体、软体啊，还有这特别是由那个，因为陈董事长领军，还有吴校长领军，还有我的好朋友外语领军的这个，昨天看到的那个的就是 telemedicine 的这个。应该是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， 刚才是副院长提到的，所以我们就非常非常的压力。但是在这过去将近，我记得是150天，但校长说是一年，对，所以校长说是一年，所以校长的酝酿是一年，但是我们 work 就是得到的任务是大概150天左右。对，那我们知道我们的张仲明老师还有我们的两位执行长，每次都跟我们耳提面命，这个要怎么做？所以实际上我们的整个的 progress， 但是就是这个是经过了应该是 NHRI 的 forum， 就是我们这个论坛，给了我们非常大的那个非常大的 input， 那我们也修正，然后改进，然后互相讨论。所以其实到了是一个多月前，我们还在讨论哈，所以整个的论坛我觉得是非常的认真的在处理。那我也觉得 NHRI 在做这件事情，我就是看到了仔细，好，就是仔细再仔细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也非常谢谢今天所有参加的那个 moderators， 好，包括我们的李校长都来了，还有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的甚至的台南的沈院长都来了，非常非常感谢沈院长，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台亚东的那个陈副院长也到了，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会谈能够非常的成功。那但是我们今天的会谈跟昨天有一点点不同，就是到了我们下午在2点钟左右，我们有一个 breakout， 我们就是把早上都是 primary， 那到下午的话有一个 breakout。那个 breakout 的话就是把它分成三个部分，有两个 workshop， 一个 workshop 是 AI 的，就是 generative AI， 就是能够希望这个 generative AI 跟这个 medical education。是我们相关性。那另外一个的话，我们有那个 medical humanities， 这个是这是我们的外宾，就是 Professor Austin， 他特别愿意在帮我们，除了今天早上的 meeting 以外，他又开了一个 workshop， 就是特别对medical humanities 的 research， 还有 paperwork 他会提供我们一些意见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场合，就是我们今天的 poster presentation， 那我们像这些邀请。能够熟悉这个，就是他们的研究跟大家来分享。那位置都是在这个 walk， 就是刚才依依讲的 walking distance， walking distance。那希望大家有时候可以去看看这三场，然后那其他的话我们会放在这边啊。那有很多的 moderator 能够注意，然后一起来帮忙。那刚才特别讲到那个大代表那个这个，应该现在是变成 NHRI 是执行长。因为 team mate 对我实在太重要了，我每次想到 team mate 就觉得是如鲠在后，还是觉得如雷贯耳，就是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那个，在这里要先感谢我们家戴龙他们那个这个戴龙让我们 team mate 阳明交通大学的医学院过了6年，真的是心中的一块大石头都放下来了。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的来这里，除了冷气，我们会加强。我刚才小董说他有冷气，然后完了以后，我就希望大家今天都收获满满，收获满满，然后身体健康，一切顺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。